来小巧买好耍，搁精彩，跟我行就对。冬天不能来小琉球玩呢，这里一年四季如春，而且冬天的平均温度还在24到27度。现在 Yuki 位于小琉球的越橘生态旅游民宿，这里呢不管陆地水上通通都好好玩哦，现在 Yuki 就玩给你看咯。嗨，川瑞哥你好。 Yuki 欢迎你来到越橘民宿，欢迎你，里面走。那今天我住哪一间房呢？你今天住的是观海房海月。谢谢哦，海月 Yuki， 这个是您今天入住的房间。哇，川瑞哥，这间房间好宽敞，而且呢，我发现这个采光特别的明亮哎。我们这边最主要就强调就是说简单大方，然后干净。一进门的时候，一眼望去就是海边，让人家可以放松。赶快来试躺一下我今天要睡的床，而且有小熊陪着我，今晚我一定会有个好梦。这个公用客厅感觉有特别设计过，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？我个人本身很喜欢木料，然后这幅画是由聪慧老师来小琉球画了一幅中澳沙滩。Yuki， 这间是我们的快乐四人房。哦，快乐四人房，是是是，所以住在这间房间的人都会很快乐，而且这间房呢也很有空间感，所以呢住在这边四个人都不会感觉很拥挤。民宿的这个户外景观有哪些设施呢？民宿大门外面就有一个露天的平台跟躺椅嘛，晚上可以在这边看星星放空。这边有 S 型的那个躺椅，搭上那种鸡蛋花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外面还有摇椅，可以让你那边放空。在我们前面有一个汽水池，带着你的小朋友或是群里在那边玩水，穿个泳装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早上铺着野餐垫在草皮上野餐。那我们的游客来入住的话，还有提供什么样的套装行程呢？代购、船票、摩托车，然后住宿、早餐，然后另外就我们最特别的就是说潮间带导览。另外想玩浮潜、深潜的话，我们业局会帮你们预约好的店家。这次来小琉球啊，一定要跟着你就对了，因为我看到你在那个网络上分享这个海底世界呀，有好多这个生物哎。那我带你去浮潜店哦。好，姐，你怎么带我到民宿嘞？没有错啊，这个是比较新型的一个浮潜店的一个趋势，因为我们认为说浮潜它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活动。你有闻到一个特别的香味吗？对，这个香味好特别，感觉很舒压哎。因为浮潜它是一种，就是说增加你的肺活量嘛。然后你现在闻到这个味道，是我们台湾快木的精油的一个味道，它有一个很放松，然后让你的肺活量很大。所以它跟以往的一个浮潜店是有很大的不同，尤其在环境上，它有冷气，尤其很热的时候有一个冷气的一个空调。你看你的笑容，没有浮潜就已经很漂亮。所以等一下到海底世界的时候会更开心、更放松。那一定会的哦。对啊，那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边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那我们的特色就最主要就是说哈，我们的洗间非常的宽敞，整个更衣室跟换洗的空间非常的多，浴室非常的多，然后让客人上来不用等待，然后很舒适、很优雅。尤其你看哦，洗完澡以后，这边可以就说吹风机，然后全视镜的整个镜子有没有？你人就像美人鱼有没有？在那边吹头发，非常的舒适。哇，而且呢，这跟我以前一般的这个前店的感觉都不太一样，特别我觉得像健身房。再一个，现在的环境就是说，我们不怕竞争，我们只要好好的提升自己，就不怕会被取代。尤其就是说，当客人看到一个好的环境，有没有笑容，就是特别的甜。下水最主要就是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癫痫、气喘，然后孕妇、酗酒、身体不舒服，这些不可以下水这样子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挖进解开，然后下水之后不可以碰手去摸海龟，因为海龟是保育类。把它放轻松，对，不要出力哦，身体越松的话，动作会越协调，身体越松越好，对。下水呢，最主要就是可以看到五线雀鲷，还有那个小丑鱼，还有那个燕尾雀鲷，还有那个神仙鱼，最主要就是珊瑚、菊花珊瑚那些，还有鹿角珊瑚，在海里面很多热带鱼种，这样啊都蛮丰富的。哇，海底世界真的是太美丽了！3、6、9，走！哇，这次
次的浮潜经验真的让 Yuki 太难忘了，除了可以看到可爱的海龟之外，还有丰富的海洋生物以及美丽的海底风光。369浮潜店除了提供舒适便利的更衣空间之外，还有它非常专业的服务态度，所以呢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下次来到小琉球绝对不能错过这样的行程哦。